世事如此纷扰，还是看电影比较好。欢迎大家收看天帅说电影，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部暗之居系列的恐怖动画。这天小白下班回家时，无意间看到了一个澡堂子，心想不如进去洗洗澡放松一下吧。于是他买了洗澡必备的三件套，毛巾、肥皂、洗发水。澡堂内部设施有些陈旧，而且异常安静，偌大的澡堂里只有他一个人。小白舒服地搓着澡，忽然对面的女澡堂传来了声响，小白内心悸动，手脚不自觉地放慢，开始倾听起来。不久后，对面又传来了一阵娇俏的萝莉音，表示自己想要借块肥皂。被萌化的小白二话不说就把肥皂丢了过去，女孩非常礼貌地表达了谢意。之后小白便泡起了澡，还不断脑补着对面小姐姐洗澡的样子。想到这里，小白羞红了脸。这时对面的小姐姐又说话了，这次她要借的是脸盆。小白很疑惑，为啥女生那边什么都没有，但是他手上的动作还是没停。将脸盆扔过去后，小白继续泡澡，可小姐姐又说要借剃刀。小白表示自己没有带，可小姐姐却不依不挠，又要向他借剪刀，但是这东西谁会带来洗澡啊。小姐姐被拒绝后似乎很惆怅，一个人开始自言自语，说了一堆奇怪的话。过了一会儿，小姐姐突然问小白能不能把头发借给她。小白感觉头皮发麻，彻底慌了，但是转头又觉得自己想太多，可能对方只是单纯的脑子有病。小白决定不理他，赶快洗完头就出去。但是小姐姐神神叨叨地说个没完，而且越说越激动。俗话说，恐怖片里的人都死于心大，这话真不假。